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，现在我来到 NDW 三周年纪念暨盘林古玉庆功趴 ，NDW 和红石口袋联合制作，来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卡比，恭喜那个盘林古玉上市了。那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在这两年之间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没有，没有，反正你也没盖嘛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是不起哦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那个，我们现在独家专访小坤，红石口袋小坤。小坤，你那个当初跟我一起玩那个被人家惨电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当初因为我是制作，所以我知道说这场战役如果秋风让自己进去的话，一定会被惨电，所以我就加入了秋风的战队，一起被一起被惨电。可是我们有救出一个人，还不错啦。对对 对，我们有救出一个人，不错不错。来来，我现在在我面前的就是那个在凤花楼旁边的 KY， 那不是我，那不是你吗？真的，你现在否认的是不是？真的不是我，先祖，真的吗？先祖领导人物，是哦，那个真的不是你哦，那不是我。那为什么头上后面还写 KY？ 要解释一下吗？他穿我的衣服，他偷你的衣服是不是？对，那个进去凤花楼还不带银票？对呀、啊他只是去，没有啦，我帮他讲一下，不是，他只是去欣赏他们的才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懂。结果就被人家过肩摔出来了。对啊，还有他内力深厚，所以没死。对，没有死，你知道里面姑娘的吹动效技巧很好。我知道，我去过，我懂，我懂。然后三秒钟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三秒钟就出来了。伍秋峰常客，天下第一嫖，哎，天下第一嫖，嫖哥，嫖哥。天下第一条哥，谢谢谢谢指教，谢谢指教。哎，杰瑞，哎 ，Hello， 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这次做盘点，你做了哪些部分？我主要是负责材质包的初期设计，然后战役的设计。所以你们不过关，其实也不关我的事啊，只是太难了。一打二打四嘛，不可能会赢啊，不可能会赢。所以你就是战役设计，就是焦点。对对 对。然后就战役我们。等你抱怨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战役太不平衡的时候，你就会改。好，我就会建议，就会看到你们的建议。原来如此。对，那谢谢谢谢。不会。那我们访问玩家纸片。纸片，头发 OK 纸片，你怎么那个玩一下就不玩了？玩什么？你为什么玩一下就不玩了？因为你抛弃我啊！你怎么那么废？抛弃我啊！你怎么这么嫩？跑去跟十九玩啊！你为什么都不玩了？跟我个炼丹师，他不跟我玩哎、欸！还好我跟木星组队，我连都是跟你，我连高级药引都没碰到、欸、我连看过都没看過。你才玩多久？你平时怎么碰高级药引？就是要、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下一个。现在我们独家专访水狼，水狼 ，Hello， 为什么不让我破关？因为，好，不要讲了，谢谢水狼。谢谢你的接受访问，是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访问一下猫乐。猫乐，你盖了哪些地方啊？我盖了自传的民宅，就是我。其实我不是很想知道你盖了哪些地方。哎，你很奇怪。你告诉我有什么秘密好不好？有什么秘密？观众比较想听这个。真的啊！等一下，这一段要剪掉。那个，你小声的告诉我就好了，不要给观众知道。哎、欸，你很奇怪。访问就到这边结束了。